爱是天空下沙滩，再没有全部 come for you， 我的爱全部 come for you。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迪拜最高的 Burj Khalifa。我们来到迪拜大概有4年的时间，可是因为上去那个 Burj Khalifa 通常要一个人100多 AED， 就是小朋友4岁以上就开始要一样的收费，所以我们就一直都没有去。可是因为现在是 summer holiday 嘛，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在迪拜了，所以现在他们就有这个UAE resident offer 这个折扣，就是如果你是这边的居民，他们就可以用，我们就可以用 AED 60块来买这个票去这个 at the top at Burj Khalifa。那我们总共还了260块，就是两个大人两个小孩，其实大人跟小孩他的收费都是一样的，然后一个人是60块，然后要还一个5块钱的一个收费。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去就是世界上最高 building， 那就那里见吧。哇哦，我们现在来到了 Dubai Mall，就是在这个 Burj Khalifa 旁边的一个 shopping mall， 是迪拜最大的 shopping mall。 你看我们从这个 mall 走出来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最高的 building Burj Khalifa， 非常非常非常高，然后这里的环境是非常的漂亮。这里有一些游客，他们在拍照，然后这个池塘每天傍晚的时候就会有瀑布的表演，它会有喷水池，还有音乐，所以是很漂亮的。然后这个旁边的这个就是 Dubai Mall，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店、食物。今天的天气非常的热，现在有40度。嗨，宝贝，今天很热哦，40度哎。我们看一下这个好可爱，还有很多 reflection。Hello， 好啦，我们一下子我们就要去吃个午餐，然后我们就要上去了。Let's go。我不要，我自己扒。这里有免费的花生，然后我们有这个专门帮忙扒花生的小弟，谢谢你帮我扒花生了，宝贝。那帮我扒了花生，还把花生的皮扒掉，好乖。介绍给我们你吃什么吗？我有吃这个 boneless chicken， 然后睡在 kids meal 的也要是好像23块，二十三块，然后还有一杯水，一杯水， okay， 对，我吃一个鸡， okay， 鸡肉 chicken with cheese，有一个 Caesar salad，还有一杯 ice lemon tea， 爸爸的也是59块，他是吃一个 sirloin steak， 然后一个薯条跟一杯汽水。然后我的呢，我是吃一个 kebab steak， 所以有一条 kebab， 一个菜跟一个饭，加一个sweet corn， 没有薯条，然后还有一杯柠檬茶，39块。Let's go。
Is it the one that you wanted? Yes. At the top, Burj Khalifa. Wow. I just 全部 come for you， 我的爱全部 come for you。